收到你们的戳，我就赶紧来了。这款全部透蛋白打理一遍，接着刷这个裸透色，它的名字好像叫笼中鸟。食指用这个颜色做了两遍渐变，像这种透色的胶，随便用什么笔带一下就很自然了。做好渐变，利用浮胶蘸了碎金箔，把它戳碎一点，加固封层，食指就完成啦。中指也是这个裸透色打理了一遍之后，再局部叠加了一些，不均匀的地方就用光疗笔蘸底胶带一下，依旧是利用浮胶蘸金箔，贝壳直接蘸上光疗胶去蘸，照灯之后再整架涂光疗胶，尽量照平，照干清洁片擦去浮胶，再用搓条把甲面打磨平整，擦去粉尘，再加固封层就 OK 啦。无名指是平涂两遍裸透色，照灯利用浮胶蘸金箔，再用拉线笔蘸白色的彩绘胶，斜向拉出山丘，格纹笔蘸底胶把一侧晕染开，山丘边缘勾的是一圈金色铂金胶， OK， 加固封层，无名指也可以啦。小拇指一遍裸透色涂水凝封层，照灯30秒擦魔镜粉，魔镜粉擦出渐变的效果，加固封层，全部搞定。大拇指和无名指做法是一样的哟。